最近测的是游泳，跳远，跳远，他有叫我去帮他，帮他教他怎么跳远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叫他先放弃，跳不远，跳不远，你就去练别的嘛，什么铅球啊、铁饼之类的。那你腿伤好了吗？我的腿伤，其实我上去照超音波的时候，我的肌肉其实已经长回来了，但是因为我明天要去台南的将军吼表演，那这几天其实都有在练舞，然后就发现，好像我的腿没有比以前好，就我在跳的时候会酸酸痛痛的这样，所以我可能明天表演的时候可能要跟全民运动会一样，要绑那个绑，要把它绑起来。主持，对，像主持的话，其实也有一些主持的邀约，可能到下礼拜才会公布，对，新的阵容主持。可能三期吧，就是唱歌，然后单曲也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发行，最近要拍跟电影的部分。十二月发行单曲，对，全部都挤在十二月。对，全部都挤在十二月，这几个月。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因为疫情嘛，大家都没有办法做事情。有一个我的团，以前的团员，对，肯尼温以飞，他说他想要参加这样子。然后他说我自己还剪了一个影片，觉得自己很厉害的影片。你说运动的精华？对，精华的。我说哥，就把数据丢过去的，因为好像这一次还是要整报名的人非常非常多，100多个。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除了颜值之外，因为我忘记有说除了颜值之外，我觉得他们的实力应该也会兼具。肯尼的影片，你有觉得他怎么样？还好。没有啦，就是他的。Kenny 他的专长在 busing， 在打拳上面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就连我们第二季我们在学运动，我们也不是每一项都会，就是我们也是每一项都是从头开始学习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个人的能力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如果他真的进去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蛮厉害的，应该啦。我有教他吗？因为他最近测的是游泳，跳远，他有叫我去帮他。教他怎么跳远，然后就叫他先放弃，跳不远，你就去练别的吧，什么铅球啊、铁饼之类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